家好，我是小浩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是，没有要介绍，好，我要来贩售。那我要来贩售是史莱姆。首先第一个款式是这个绿色款，里面加了很多，反正它是绿色款，然后里面有加了粒粒。那它不会粘手。而且现在是冬天，所以就更不会粘手。那目前这一我的做的都还没有消泡，但是寄到那边应该，寄到你们那边应该都会消泡。再是这个白色款，那里面有用一些亮片点缀，一样也是有加粒粒。再下一款是紫色款，它有点像粉红色，那它这一款比较硬，但是之后你跟我订的，我都不会给你们硬的，可能到你们那边你们等个几天就 OK 了，因为这一款不小心就是加比较多忘记了，所以就让它比较硬，但是它过几天就会软了，对。跟我买过的都知道，就是我的史莱姆大概硬的都是放几天就会变软。再最后一款是蓝色款，一样也是有加粒粒。好，那一样就是这四个款式让你们选，那一盒都是40元的部分。一盒都是40块钱，然后呢，买我之后可能会再，就是你有跟我买的话，我会叫你私讯我，之后的事情我会再说。那一样就是4天内一定会寄到，不包含假日，那不可弃单，因为呢你要的货我都是直接做，因为我现在目前只有做4盒给大家看样品而已，对，所以我都直接做，不然后续的事情就很麻烦，因为我做了然后你又不要，所以之后我就要自己再处理，所以很麻烦，所以请勿弃单，要是就是知道已经可能会弃单的那一种，那就不要来跟我买，对，也不是说不喜欢你们，但是就是不要弃单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